是一个很好的得分机会。好，角球开，任意球开到禁区里。哎呀，第一点没有抢上。好，球门球。要传导配合就比较好啊。好 ，UBC 队正在中场加急的拼抢。好，又传墨尔本大学右边突破。好，下底。好，下底传中，中路有没有包抄？哎呀，差一点，可惜。好，哎呀，又被墨尔本大学成功的反断。现在中场，哎呀，好，中路的拼抢很激烈啊，真非常激烈。好，墨尔本大学现在左边下底，哎呀，这个球越位了，哎呀，好可惜呀、啊。就好，打身后，漂亮 ，UBC 队直接下底传中，前哎，漂亮的马赛回旋。直接给了右边前卫，右边前卫人员下底，要一对一面对墨尔本的左后卫。好，传中头球，哎呀，差一点，可惜了啊！现在墨尔本队打反击，右边前卫拿球快速直入，好，漂亮的人球分过。现在全程三打三，又下底突破，传中，哎呀，好在后卫直接一脚，在这个球队。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，防守能力强，而且组织进攻也是一把好手。好，十六号打门，哎，成功的篮下。好，又一个反断，一路带前过人，禁区前漂亮的过人，哎呀，和最后一个推人。 UBC 前场是界外球，准备起球了，起到禁区，看看第一点争不争点。哎，又顶到禁区里。对，墨尔本大后卫正在往前看，一个直塞传给了十八号，一个漂亮的转身，直接面对中后卫，又漂亮的趟过去，直接面对杀入禁区，打门！哎呀，漂亮，后卫成功的解围，一个空门趟过了守门员，一个，然后漂亮的过了后卫。墨尔本大学抢断成功，墨尔本大学现在反击，左路反击，好，一对一，漂亮，果人，好，传给了中路，中路现在进行三打三，形成三打三，又传给了十八号，十八号给了十号，哎呀，最后一脚没有掌握好力度。好 ，UBC 队后卫失误，传球失误。漂亮的过人，墨尔本大学十七号，右路队员十七号，哎，这个球十八号处在越位的位置上，组织进攻，漂亮的过人，这球斜插，好，拿球进禁区，传给了左边的七号，进禁区面对门将打门，漂亮，守门员，这球把角度全都封死，直接挡住底，被 UBC 队的成功解围 ，UBC 队的现在打反击。这名中场队员带球非常的快，正在找队友，斜插的队友一个四十五度斜吊，漂亮，成功找到队友，队友一个敲门，七号进去打门，哎，守门员今天发挥的太棒了，对，成功了扑救了三次，成功抢断，这个球墨尔本大学抢断前场，好，二打一，传给了右路十七号队员，在右路底线起球，哎呀。UBC 队的右路队员破坏，从组织进攻。现在比赛时间已经进行了上半场第四十二分钟，双方的比分还是零比零。现在十七号禁区里拿球打门，哎呀，打在门柱上，第二个补射又被守门员成功的扑出。今天这场比赛表现最好的两名队员，看似就是双方的守门员了。守门员可能也是在较劲，传球被 UBC 队的后卫挡了一下，直接守门员抱住。好，裁判员传给了后卫， UBC 队的前锋抢断非常激烈，墨尔本大学
十号队员中路直塞，又到了十八号的脚下，十八号要打门，漂亮，势在力沉的打门，守门员扑得非常好，前锋一个出脚比后腰快，下底传中，哎呀，后边的包抄队员还没有跑到，这球被墨尔本大学的后卫先出一脚解围，又打起了反击，传给了左路，哎，漂亮 ！UBC 的中后卫用一个武术般的动作把球成功了截下。哎，这个球，墨尔本大学的中后卫忙中出乱，用大臂挡了一下球，主裁判在大禁区弧给了一个直接任意球，25米的距离，准备停球，准备打门。哎呀，可惜稍稍偏出了门柱一点点，不过这个球很有威胁。UBC 队的守门员把球抛出，接切，看来没有机会，这个球出脚有点慢了。好，又把球反断下来，前场继续进攻，左路一个45度斜吊找到九号，哎，这个球没有越位，可是九号似乎中卫交给了中场，中场一做球做的有点小，传给了 UBC 队的14号队员往前进攻，墨尔本大学又在前场禁区弧抢球犯规，最后一击致命。好，准备助跑打门，哎，这个力度发的有点大，射高了，往前一个大脚直接要掉到禁区， UBC 的14号横传，哎，包抄没有包抄队员，UBC 队的左后卫攻了上来，拿住球传到了前场13号靠个人能力抹过了对方的后腰，犯规，这球拉人犯规，没有争议，那就一脚势大力沉的射门，这球快发，快发到了禁区打门，哎，稍稍偏出了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 UBC 墨尔本大学中路传给了右路，右路正在寻找机会，想一对一突破，好，突破过去了，进入禁区下底传中，这球被后卫挡出了底线，好，现在墨尔本大学前场角球开入禁区，守门员也扑球，要自己一脚解决问题，一脚弧线，这球力度不是很大，成功了反断，一个直塞传到了14号脚底下，是要带入禁区，哎，被后卫给挡下角球，带入禁区，18号队员打门，哎，又是一个1-3的一个，墨尔本大学的18号的个人能力身体素质确实是太棒了，UBC 的后卫3名队员都没有成功的防守下，最后还让他一脚打门，来，右路往里内切，带球一个右路的传到14号往中间传，铲射，哎呀，差了一点，就差半步没赶上，传到中路，8号队长接球，一个斜传直接找到左边前卫的7号，新上场的7号，7号一垫到禁区里，11号，哎，没有赶上。UBC 的队员在后场拿球，一个大脚。墨尔本大学8号反断，前场带球，队长吊向禁区，18号没有接住球，9号一脚远射，哎，这个球打得有点高。UBC 队开始角球掉到终点，好，守门员抱住，一个大脚打出反击，找到前场的18号队员，
现在十八号人员拿球，一对一，好，单刀球带入禁区打门，哎呀，太可惜了，漂亮的一次进攻。十八号队员，墨尔本大学的十八号队员，似乎时间里大家要抓住最现有的最后一次一两的机会，一个宣传墨尔本大学的十八号，哎呀，可能受见体力极大的影响，现在已经禁区快到了门前，好，还在禁区里，墨尔本大学，赶紧，哎呀，抢球犯规了，墨尔本大学倒地射门的时候可能算是犯规了，好，主裁判吹响中场哨声，结果在这一场焦点战中，墨尔本大学跟加拿大 UBC 队